婆婆要不要帮儿子儿媳带孩子，一直都是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有些人说婆婆应该帮忙带孩子，为儿子儿媳分担一些压力，也有人说自己生的孩子就要自己带，婆婆没责任也没义务帮你带孩子。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不帮忙带孩子的婆婆后来都怎么样了。有很多网友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。像 A， 不帮忙带孩子的婆婆到老师晚景凄凉，儿子媳妇不待见，孙子孙女不喜欢，那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后悔莫及。小 B， 你帮我养小，我给你养老，既然不帮忙养孩子，那媳妇有什么义务养老，又不是他家里的童养媳。小 C， 难道我们带孩子辛苦，婆婆可以袖手旁观吗？我认为婆婆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帮带孙子是天经地义，媳妇孝敬婆婆也是天经地义，媳妇在困难的时候婆婆不帮忙，那媳妇有什么义务孝敬婆婆？母子之间是有血缘的亲情，婆媳之间就要靠你好我好，大家好来维护彼此的亲情。而且小 B， 首先要明白那是婆婆不是保姆，她已经把你老公带大了，有能力可以帮忙带，如果不带也可以，如果用不带以后不给养老威胁拉倒，把你老公二十几年的费用归还，一刀两断，婆婆的房子也不给你们继承，我年轻的时候自己带孩子特辛苦呢，等到儿媳妇生孩子让我带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带的，儿媳妇生孩子才用到咱，帮带孩子是咱帮婆婆的义务，我也是婆婆，我能帮助他们尽量帮他们，因为年轻人工作忙应酬多，我退休在家也没啥事，所以能帮就帮帮孩子们，孩子们也会感激你的，因为他们现在正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至于他们以后孝敬不孝敬那是他们的事，凭他们的良心吧。这是我看得很开，如果我的婆婆能做到公平，我肯定无话可说，可到现在她都是带着她的大孙子，让你大儿子给你养老吧，你的儿子要孝顺你我无话可说，可叫我照顾你，你想想就可以了，以德报怨何以报德，所以我的观念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，绝对不会孝敬婆婆，要孝敬也孝敬自己的爸妈，儿子孝顺就行了，媳妇爱打打别打，老丈人也别指望呼依了，扯平，不愿帮忙带孩子也要心怀感恩，真不知道这恩从何说起，真该换换角色，让他儿子生孩子，看看他管不管，月子伺候不伺候，能生就能养，婆婆没义务帮你看孩子，已经把自己儿子养大成人，义务尽完了，而且婆婆从来没有想让儿媳给自己养老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